号称日本 No.1 每年卖出以亿碟计寿司的寿司郎 Sushi 郎，上个月就在弥敦道开设香港一号店，听讲预订座位都已经爆到11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寿司和其他食品款式多又独特，店方都会定期推出质底高质之选，例如这三款就在开店期间限定。12元就可以吃到极上大吞拿鱼腩寿司，店方坚持以吞拿鱼温盐水解冻方式，将吞拿鱼浸泡在相近于人体体温的温盐水之中半解冻，再放回在雪柜低温解冻，确保鲜味。寿司郎日本研发团队可谓卧虎藏龙，有酒店高级日本料理主厨、高级料理大师等等坐镇，每年研发大约600款新口味，而社长就每个星期试食筛选，一年只是有大约70款新产品面世。最新特选优惠就有贝类和鱿鱼，12元至到22元就可以吃到池鱼、蝶鱼和真鲷，全部都好新鲜。等我再落 order 先，记住不要太心急，慢慢来。其他美味的选择就有牛扒寿司，配上特制柠檬和盐酱，然后加上一些鲜磨山葵芥末酱，再撒上七味粉，咸香 Parma ham 配浓郁牛油果一流，加啲黑椒和柠檬汁就令味道更加突出。它就被选为日本高校女生最爱，看外表真的看不出入口有几香脆，要吃过才知道。以西班牙焦糖炖蛋为灵感，食落就好似焦糖炖蛋、雪糕同埋芝士嘅混合体。食完寿司记得用 app 储分换寿司公仔。